这个是商业周刊的官网，哦，那它可以是任何，哦，我现在可以引导它任何的一个网址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，左下角这边，哦，这边现在放的是我的广告，这并不是呢我们在他们的网站打付费广告，哦，我们也没有骇客入侵，这是用一种覆盖的技术。第二种呢是更强而有力的方式，好，就是当别人点击你的双子的时候，你可以强制呢，像这边我设定是10秒钟，他必须要强制观看我的10秒钟，我的广告10秒钟，然后他就会自动引导到，欸，最终的这个网址，有没有看到？